我在人间游历时学了一点不入流的小法术。你是在哄我开心吗？这么好的酒，这荒山野岭从哪儿拿的？东华前徒弟送过来的。这上君倒是个人精，不过今天啊，着实应该纪念一下。爹爹一身正气，怎一个帅字了得？德行，我看今儿景昭的眼睛像是要把我吃了似的。水果。我在人间游历时学了一点不入流的小法术。你是在哄我开心吗？你堂堂一介上神，又不是小孩，哪是这些甜食能够哄得到的？小时候每当我不开心，伯玄都会拿吃的哄我。你若想说说过往，我洗耳恭听。若不想说，就这么坐着也挺好的。你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跟我走？你知道你留下来的可是天界之主，三界中神力权势最强大的人。那又如何？我想走便走了。我看得出景昭十分看重你，旁人求都求不来的权势富贵，你当真不动心？食不过三餐，睡不过七尺，我要这荣华富贵有什么用？当年我接受天地册封，也是看在景剑的面子上，推脱不掉。吹牛。真的，受册封后理应是要去天宫谢恩，但是我在人间游历便没有去。你放了天地的鸽子？天宫那种地方礼数太多，我会浑身不自在，而且也不舒服。怎么突然说起我呀？你和景昭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说再多我也不会给景昭好脸色的。即使他种下的因便该承担其结果，以前我不知道，以后你与他的事我不再管。我以为你会劝我说景昭当时还小，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我为什么要说这些？你在我心里才是。不说了，不想给你添加负担。快看，快许愿。那不过是仙君驾云的遁光，许什么愿啊？信则有，不信则无，你没听过吗？快祝愿后池上神能够一招化神，打遍天下无敌手。胡言乱语。快啊，许愿。我希望青木上君可以得偿所愿。我许了两个愿望。第二个愿望呢？我不告诉你，但我有信心早晚会实现。你可别想歪了啊。